开始了吗？开始。我这一次不让你了。你呢？那你耶？我好了。那你过来跟大家拜拜。我不要。好。抽，然后看谁先把它排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看谁是最伟大的，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，好不好？我先抽哦。好，你先抽。好，小兔子不见了，我也没看到。这个意思就是要把小兔子，灰色的是小兔子，要把小兔子弄不见，然后魔术帽跟钱币，还有橘色的桶子要弄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放，然后把钱币放在钱币放这边就看不到了啊。然后把小兔子放在这里，然后给你。再抽一张哦。那我这次不让你了。我这次不让你了。这次也不让我，是不是？好，抽一张。全部都。哦。这是只能出魔术帽，还有这个天上捡的，这样。然后杯子放这里。对，你成功了，你赢了。那你耶？我刚刚在教你，我也没时间玩啊。好了，你要玩哪一个？这个好不好？嗯。然后这个放起来，然后这个放起来，这个放起来，快拿，这个放起来。奖励放这里，奖励放这里。耶，我赢了。你真的赢了耶！好，下一张。好，开始。你赢了。那你耶？我好了，没有东西藏起来了，开始哦，我不让你了，我先放。耶，我赢了！你看我。兔子，那你的兔子呢？谁先？我先嘞。我先把小兔子轻轻的放下来。橘子要怎样？我赢了啦！干嘛？伤心难过？伤心难过吗？那你过来跟大家拜拜。我不要。好，那就拜拜咯。